我梦到台长跟我说，就是没看到人，就是听到您的声音，说我身上还有一个小孩，然后我就念了21张小房子。嗯，非常好。我已经念完了那21张小房子，那我就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停了。那我的功课，请台长能帮我布置一下吗？好啦，功课自己按照原来的就可以了，继续做。按照原来的就可以了。好吧，乖一点啦，你知道吗？你凡是有小孩还在身上的，很多人妇科都不好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对。哎，对。对，我子宫有肌瘤，上回我检查了，对。哎，我跟你讲了，你要这个是台长到梦中来提醒你的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然后请台长帮我讲一下我的小房子念得好不好？你的小房子念得还不错。